心展现在你身上。你千万不要说耶稣基督，我是佛教徒，我赢你很多啊，那你就错了。因为耶稣基督也是佛菩萨的化现，佛菩萨必须化现不一样的形象，在不一样的时间因缘度不一样的众生，从恶走到善，从痛苦走到天堂，那从天堂再带他去净土啊。所以他有这样子的阶段性的任务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是我是佛教徒啊，所以我想所谓修本尊也好，是修上师也好，这一点我要告诉各位。比如说你很喜欢某一个本尊，或是某一个法师、某一个上师，并不是我喜欢他跟别人有分别，那你修学大错特错了。而是每一位你看的都觉得是你的上师，每一个像神像佛像看起来都是你的本尊，那你就对了。千万这个记住啊，不然你会骄傲，哎呀，你看我的法师高高在上，你的法师低低在下，我学的比你高，我的法比你好，你中毒了。这个叫执着，法执让你中毒了。所以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，意思是说一个人发了菩提心，十方诸佛都显现来护持他，平等的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乃至你念哪一个咒，你要念到每一个人都变成阿弥陀佛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。每一个众生有情都变成本尊，哦，你现在念哦阿拉巴扎那地，全部人都变文殊菩萨，没有分别。所以这个就是弥陀即我心，弥陀即我心也是众弥陀其他心，众生的心都是佛，众生都在同样的世界里面，没有分别。所以我们叫去除所有相，离一切分别相，即见诸佛。千万各位不要有分别，当你看到对方讨厌或喜欢，哦，你要告诉你自己赶快净化，转妄念为佛念啊，转分别为无分别，转意识分别为智慧无分别，转事为智，你要自己转念，因为你有分别了。爱你也是佛，杀你也是佛，你要让自己没有分别，只有悲心。我想这个就是你自己要问自己的，你要自己问自己的。因为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佛教徒为了佛法在那边吵架，我就摸着头，你们都没有学佛了啊，学佛是你连对立心都不能有，当对方跟你不一样，你只升起一个悲心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你没有，因为对方不了解在受苦，他在对立的状态，就像阿修罗道这么有福报天天打仗，我们要升起悲心，对不对？就像天道福报这么大，哎呦，现在骄傲将来要轮回啊，但是他也有佛性啊。所以像我一个人如果走在外面，我很喜欢跟天道说法，那是跟天神说法。首先你要供养花，嗡扑隆说哈啊，会用水供养让他欢喜，布施啊，爱语。然后呢，跟天神不用说太多，天神有他心通啊。你只要升起一个真实的快乐自在的悲心，天神就很羡慕你，然后他就会被你转，能了解吗？你碰到阿修罗道，阿修罗道喜欢争，喜欢嫉妒，他才会自在。那你要度阿修罗道啊，那我用我的这种无嗔的、包容的、关怀的、平等心，就像你念阿弥陀佛、念嗡嘛呢叭咪吽啊、念嗡普隆嗦都可以。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是在表现出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自信、清净、平等。所以以这个心去感动这些有他心通的，特别超度。请问鬼魂有没有他心通？鬼魂都有他心通。很多人我说冤亲债主邪道，师父我这个名字改过了，这个可不可以？我说你剁成肉酱，冤亲债主还认得你呢。你地址把它写成北京，写成加拿大，他一样认得你的，他管你们住哪里。不然他叫冤亲债主，换个名字他就不会找你，那我们大家都把它换掉就好。所以我说你这是无所谓，你写错了，你只要有念头我要超度你，他就高兴。为什么？他有他心通，他不会说哦一个字错所以我弄错了，那我们就化妆一下他就认不了你了
啊，所以这些鬼魂冤亲债主，100%认得你，啊，你投胎几百次，他都还跟着你。只要你还欠他债，你还没还他债，那你怎么超度他？你讲用爱超度，用慈悲超度。我们念经啊，干嘛？是以我们的悲心，所以我为你念心经啊、哦，因为我悲心嘛。我希望你得到心经圆满空性的加持，我希望你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但是重点呢，你的悲心。如果你没有悲心，或是所谓真正的惭愧心、报恩心，超度不了他。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还要超度超度。我很想告诉各位，一般女众身上都有堕胎胎儿，但是有时候像这最近几天有几位因为得癌症啊，或是很痛苦，然后呢，我就会帮他问问打坐的法师，他身上有什么冤亲债主啊？然后一问，大部分女性的病身上都带着阴灵，都没有超度。然后他告诉我有三位，我就跟他讲，法师说你有三位，他就师父好准哦，好准，这个怎么准？意思是告诉你，你修了老半天啊，参加多少法会，但是你三个堕胎胎儿都没超度，现在让你得乳癌那么痛苦，那你为什么不给他超度了？这个超度，首先你就是真心的爱他，对他惭愧，哎呀，儿女啊，我把你给杀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学佛了，那我要好好的爱你，跟你忏悔，我要把替你做各种的好事功德，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我要带着你去极乐世界，那他就高兴了。这个超度，你用这样的心帮他念阿弥陀佛，帮他念不动佛，帮他念阿弥陀佛，甚至我在念的时候，我会观想观音菩萨抱着他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对天主基督教，我观想谁？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他不得不超度，对不对？圣母玛利亚，他就是抱着耶稣，死亡的耶稣了，啊，所以那你要观想，你要超度他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爱，而不是说我是法师，我是出家人，我怎么变成圣母玛利亚，我怎么可以变成耶稣基督？因为对方喜欢，但是表达对对方最大的尊重跟爱，那你自然就超度他。所以我的任务啊，老实说，我到欧洲美国，我就是一直跑魂墓，任何魂墓，跑到其他宗教都来骂我，你干扰到别人宗教啊。啊，我说活的时候有宗教的分，死了没有分的，对不对？要吃要喝，难道我是个恶鬼？对不起，我是天主教，我不吃的，没有那一套的。因为鬼魂就是鬼魂，是没有分宗教的啊。病人就是病人，没有分宗教的。所以那是呢，他要喝我们给他喝，他要吃我们给他吃，他不吃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跟尊敬啊。然后呢，我并不是要带他去极乐世界，我跟他们解释，我要带着他们升天啊，去见耶稣啊，啊，去见玛利亚，啊，这个还可以，因为我是个基督教徒，啊，我过去是做过神父，做过牧师，啊，我前世，这是我这个脸像不像犹太人？因为我做过犹太人，我做过印第安人。你要去查一下 DNA， 你就知道你什么都干过了。我做的次数最多的是中国人，啊，所以这些我都查得很清楚。这是我的业，我从以前就知道，所以这也很好，因为我喜欢读《地藏经》，读《地藏经》的人好像他就有这个因缘，知道他累劫累世，对我来讲很好，我就会认命。啊，专心的，就是修行，所以，但是，后来你会觉得这个没什么好分别，反正什么人你都做过，啊，你都参与过，什么动物你都跟它融为一体，所以我很喜欢放蚯蚓，我看全世界没有我们放的多，啊，因为我有一次做蚯蚓还被弄死，啊，所以我做过鸡，啊。所以有一位法师看到我，海涛法师，你那个鸡眼鸡鼻，我说像吗？哦，他会看，我说我原来我鸡的习性还在。
咕咕咕咕咕这样。啊，后来你会发现我什么都做过，所以做过鱼，啊，鱼多快乐，哇，这边游来游去。所以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观想我变鱼回到大海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你可以马上转变，这人就是不要固定不变。人要放下自我，可以跟万事万物融为一体。所以念一下，我就是花，我就是太阳，我就是树，我就是土地，我就是野牛，我就是蛇。你要完全融入啊！你要学习这个融入来超越我执，慢慢这个融入也会产生悲心，产生悲心啊！我想妈妈生小孩，这个小孩子是他身上的肉，所以他特别爱他，因为他是我一体的，他从我身体里面生出来，你自然拥抱他，爱他啊！事实上，当一个小 baby 在亲妈妈亲得要命的时候，我在看。上辈子谈恋爱，到现在还在谈，怎么亲了老半天？因为妈，这个小男生是妈妈的情人，还抱着睡，还一起洗澡，啊，所以因为妈妈不知道他是情人，后来跟他说了，他就不好意思，我说你再抱吧，啊，但是他就觉得就是好亲爱啊，但是当然这种爱也会苦，为什么？爱自己才不会苦。对，对别人是慈悲，啊，所以各位你要保护你自己，因为我们众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悲心，所谓佛性如意宝，这个离心外求就痛苦了，啊，你的自信本具足一切，你不需要再求了，所以我们出家人叫空入空解脱门，啊，空无相无眼解脱门叫入空门，这个入空。并不是放弃一切，而是说，哎呀，外在这些东西啊，都是让你痛苦的。我们只能用它，而不能执着它，因为你的内心里面具足一切，你不需要求了。所以无求自乐。所以各位啊，佛陀讲这句话很好：百千万亿的欲望的快乐，还不如没有欲望的一点点的快乐。真正的快乐是无所求了，没有欲望，啊，没有分别了。那这一点你要去体悟，所以出离心空性，你要觉得这是我的生命，这是我的呼吸啊！就像刚刚我们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要斩头了，斩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可以斩掉是我这个虚幻的身体，但是我的清净佛性还在，所以各位要经常练习啊！你在报纸上看到有人被杀、被放火烧，或者那些鱼，你要观想你就是他，那个时候呢，你没有办法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就是这样的，眼睛闭起来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啊，等一下一咔嚓，有一点啊，变阿弥陀佛就好了。所以我在监狱里面，我教了很多死刑犯。我们的死刑犯在台湾就是胸口从后面打一枪，直接心脏太阳穴再补一枪，就是两枪。然后他们问我，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，这个一打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了。消除我身体的恶业，断除我胡思乱想，这样啊！我说你练习几次，练习完了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什么时候抓去枪毙，随缘，因为他不会通知你，他怕你发疯。他说突然早上就把你走了啊！那个时候你没有说哦，我还没准备好，你腿软了没有？人家大哥怎么腿软了啊？所以，但是你准备好了。我随时都会往生，而且师父告诉我，所以我们在死刑犯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做一尊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就是说，他要进入死刑那个房间里面是不能摆这些的，死刑的房间是灰灰的，真的是鬼住的地方。啊，地上只有一滩高高的泥土，为什么？他们铺在上面，砰砰，然后那个泥土沾到血，再给他换换泥土，这样就好了。但是里面不能有宗教标志，但是在外面可以看，你要看十字架还是要看地藏菩萨，随便你看。但是他们的观念都懂了，我死之前拜过地藏王菩萨，念过地藏经，念地藏王菩萨或甚至一佛一菩萨一偈颂，绝对不会堕落三恶道。而且台湾的狱主也很好，他要带他们去枪杀了，就问你要走地藏菩萨还是十字架那一边，我们先一起拜拜啊，
你不要找我。